这个机器人牛逼。 自己能给自己上弦儿。全军出击！录啥节目？压根也没人看，怎么没人看呢？ 这节目整的好，斗鱼还有那啥呢？斗鱼还给我拉赞助商呢。点，点，你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操，点。我有很犀利的魔偶。这发条怎么好像盾被削了呢？点。 点，走位，点，点，点，我们两个人啊，他一瓶药，点，点，勾一，正好勾。 吃我一点，这发条就得打得轻。我不信你这波敢回家。 等盾消失，点勾W1，勾交闪，装备了，不抠的好了，这个位置怎么能E到我呢？我操！哎，我感觉距离差不多啊，什么玩意儿呢？ 我想等会儿钱。太令人激动了！这波是我的问题，随便骂啊！我已经说了，这是我的问题。脉冲。魔偶不耐烦了。 打板溜，回来，点，点，勾，点，打板溜，来，往前穿，来。 螳螂，别吃我车！挺烦人的螳螂。是的，我是武器。猎魔。 蜘蛛搁上面呢。再见吧，朋友，我今天呀要杀我，这也行，不亏。
是个有趣的游戏。我寻思我走走位，我怕他戳着我，我最后让他戳着我就死了。我不太敢，不过我们吃到经验了，这也是赚。哦，居然选择了走位。万没想到，都打吧溜。伤害应该不是那么特别够。蜘蛛可能会从右边出现，蜘蛛。掠夺。掠夺魔偶。这人怎么还敢往出抠呢？很明显啊，这永恩现在应该是打字叫打野呢啊，我们小心点啊，这波薛位是小心点。我需要个蓝 buff， 我的螳螂大哥。我听到了甜言蜜语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太空。来吧，我的螳螂大哥，来来来来来，给你个套套。谢谢，我们无敌了。闪现交闪现，咱也不放大，万一他一个闪给我躲了不合适，让他回家其实就行了。等我把这塔拔了，我就去刷他们家大鸟。等他吹风了，我们再上啊。队友有点猛啊，好像不太需要我们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队友后期的保障啊，我说实话
我们得刷。永恩想办法要杀我，那能让你杀得了？发条出什么装备？蓝莲汉的苦楚还是炉灯？给点意见啊，给点意见。炉灯啊，来个炉灯吧。那阿郎流下悔恨的泪水。哎呀，关键有点太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送他一个才能让比赛稍微有点悬念，要不然都知，你都知道比赛都得都完事儿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都知道比赛马上结束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你对不对？长本事了小伙子，敢跟我玩了。我到底要看一下你有多狠。走位，走位。差一丢丢，咱也不知道这 ADC 要干什么。刘哥，给哥比套个盾，其他的咱就无所谓。好，差不多了，你们去吧。那永恩，我是七个兵。我是七个兵。我们主张一个就是不死不回城。2600，差600块钱，我们能有两件装备。下路收波兵。玩发条，这就得视兵如命。知道吧？冒充不能让家里有一个控制的野怪。破坏
就是不拿盾牌，我听到了盾墙。还有对面的这个鸡啊，这都得给它拿了，不能让它有一丝一毫的野怪在这里。走中路团一波，我的炮车漂亮，兄弟们，你看这不刷着刷着对面就没了，你看开中吧，兄弟们，我走了。大路拆吧，挺狂啊，蜘蛛啊，挺狂啊，想跟我玩，我觉得你还嫩一点。我没拦了，咬你一命，一会儿再来收拾你。回家完全体了。现在的蜘蛛不可能控制我，我们51的韧性，没有人能控得住我们。我的韧性实在是有点高了。水银海，我多么希望这把是个劣势局，但是很可惜，这是一个优势局。先去打个蓝。用大招刷，那你不用白不用啊，也没有人呢、啊、关键是，那你这不用那个还占席地，用了得了吧，不用白不用，我真的把他野区都给他刷了。找我干嘛来了？这是，你打又打不过我，我水银海，这回知道为啥出水银海了吧？回家。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时间滴答滴答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河蟹呢？河蟹搁右边呢。先来个蓝 buff。Rampage. 进。Victory.